大家好 ,STDOM, 今次就介绍 Tomica 展会车26号。今次就应该是 Isuzu Giga 拉住个咖啡屋。是啦，有咖啡店。之前是普通，原本是普通一间屋咋嘛。咁而家就换咗做间咖啡店。不过都同一个壳嚟嘅。金属车仔变咗咁嘅米黄色，哇！散热网都唔印啲啡色，都唔印啲黑色，原本嗰架啡色噶啦，咁啊喺正呢度。系啦，住宅变咗做咖啡店，我记得仲有餐厅嘅，不过几贵下，所以唔打算买住。賣成90元，唔好玩啦！唔好清楚呢个拖板咩事，咁鬼死矮，搞到咧掂唔到地咁滞，唔系好掂去设计呢个车，呢个拖板歪晒。佢原本系放嗰架 Hino 噶。系咯，混，我记得佢呢块板系用喺架混红啤啤噶嘛，系个黑色系嘛，熊猫同埋黑熊啊嘛，记得，唔知因为呢块板，跟住再加架 Hino， 可能嗰时系为咗嗰格，跟住就整呢个板，跟住嗰时架 Hino 矮少少，系啦，唔好清楚点解转完架 Giga， 一少少 Giga 之后就歪晒。又好，又好 cheap 咁叫玩具，跟住不停重出，呢下先难顶。格格呢架，格格混碌嘅车都搞到咁。连一个塑胶帽都唔放过，不停重用，惨。不过今次其实系转咗做咖啡屋，我个人觉得吸引啲。不过真系好细间。诶，真车有几大架啊？可以运到间屋嘅咩？真系好细架咯，好细间屋。咁啊，全部都系印刷嚟嘅。呢个系贴纸嚟噶嘛？系啦，全部窗都系贴纸。咁你个 Tomica and Friend Model Cafe 同埋啲窗都系印刷，至少肯俾多少少成本整架展会车，反转装唔装到噶？系装唔到嘅，一定要呢个方向先得。不过当然可以交换啦，横掂一样冇。睇下调转完靓唔靓啦。这色太似，系啦，一体化咗咁，系啦，搞嘢。嗯，睇下迟啲遇唔遇到架平啲嘅快餐餐厅嗰架，好似系关麦记事，但系又变咗做 Tomica Burger。Tomica Burger 唔知出到幾多嘢啦，真咁好啦。今次呢架咖啡店運送車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 記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